哎呀，来来来，哎呀，这劲儿还挺大啊，劲儿大。哎呦，生气了，生气了。给各位看看啊，这是一条非常传奇的鱼。怎么讲传奇呢？在它的体内呢含有剧毒，要像这么大的一条鱼呢，它能毒死一头牛啊，没问题啊。但同时啊，它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鲜美到什么程度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很多人都愿意拼死拼命也要尝尝它这个味道到底有多么的鲜美。那这个鱼啊，它不是随便都能做的。今天给咱们做鱼的就是我身边这位大哥啊。大哥，把这鱼还给您啊。咱们看大哥这打扮呢，这个像是一个专业的厨师一样，但是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他真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不过啊，他要是做这种鱼的话，那比专业的厨师呢还要专业。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位大哥呢，20年以来他就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跟这种鱼打交道。从4万块钱起家啊，现在呢已经拥有了10000的财富了啊。那么咱们今天呢，生财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的节目，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这条鱼和这个男人的传奇故事。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学名叫红鳍东方鲀，也叫虎鲀。你看身上这个花纹啊，跟虎那花纹一样，所以这条鱼啊是鱼中之王。说到红鳍东方鲀，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但说到河豚，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味道极其鲜美，但同时蕴藏剧毒的鱼。但凡吃过河豚肉的人都会感叹，不食河豚不知鱼味。但河豚毒性极大，如烹调不当，食后往往中毒，甚至危及性命。即便如此，人们往往经受不住河豚佳肴的诱惑，自古不乏喜爱美食的人们拼命吃河豚。如果是野生的这一条鱼，能毒死不是一头牛，两头牛也能毒死。红鳍东方鲀是河豚中体型最大的一种，最大体长可达80公分左右，体重10公斤以上。在日本和韩国，1公斤鲜活的红鳍东方鲀能卖到30美金左右。从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来说，红鳍东方鲀可以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鱼中之王。然而，真正野生的红鳍东方鲀却同其他河豚一样，属于有毒鱼类。红鳍东方鲀内脏和血液中含有的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物质之一，人一旦误食河豚中的有毒部位，就有可能在几分钟内被麻痹神经，20分钟之内导致死亡。这是一条充满致命诱惑的鱼，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孟雪松又为什么会和这鱼结下不解之缘的呢？下关唐户水产市场是日本最大的河豚鱼批发集散地。每年9月份，当第一批河豚上市的时候，这里都要举行这种热闹而隆重的河豚开市仪式。教行拍卖的这第一批河豚鱼却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供应商就是这个叫孟雪松的人。第一批鱼到那儿，所有的客人全来，全给我面子，卖多少钱卖多少钱，我定价了。每年我去我的鱼去跟大伙日本人都商量，今天的鱼准备卖多少钱。从2000年开始，只有当孟雪松的第一批河豚鱼运到日本下关市的时候，当地水产市场才举行河豚鱼开市仪式。那么这孟雪松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我们去日本，这些鱼养河豚的鱼，这渔民都不让我看。为什么？我是中国，孟雪松把这个鱼给养起来了，养的质量比他们好，超过他们了，不让我看。活鱼和加工出口的这个产值15000万左右，加上其他的产2亿多的产值。孟雪松绝对是一个令人佩服的传奇人物，河豚这种食用极其危险的有毒鱼类，在他手中却能转化成巨大的财富。究竟他有什么神奇的法宝，能让毒鱼变财鱼呢？
孟雪松趋利避害的秘诀还要从这鱼本身的习性讲起。河豚呢，在自然界呢，它这个毒素啊不是天生就有的，本身没毒。它主要是吃什么呢？就吃了海里头的某些生物，就是能够造成它产生河豚毒素的生物，比如说一些涡虫啊、扁虫啊。那么吃了这样一些物质以后呢，在体内就会转化成毒素，河豚毒素。那么这个毒素啊，就对人体是毒性非常强的。那么在人工养殖情况下啊，如果我们采取很好的这个养殖工艺措施，特别是在饲料上我们控制好，不要让它有这些物质的饵料投喂给它，那么应该说达到可以安全使用的水平。孟雪松正是牢牢掌握了河豚从食物中摄取毒素这一特点，才能对症下药，将选种育苗到成鱼生长都严格控制饵料的投放，既选取了无毒鱼苗，又投放安全饵料，让人工饲养的河豚接触不到有毒的饲料，自然能够放心赚钱。但最初的孟雪松是如何想到用河豚鱼来赚钱，又是如何能够做到控毒饲养河豚鱼的呢？现在都大概都这么大吗？这个应该是这里面比较小的，因为它体质不是很强，所以说能抓到吗？大的都在底下抓不到。你看这个鱼生气了，一碰到肚子就鼓起来了。你看这个牙都叫我们拔下去了，给它搅下去了。都拔了啊，搅就刷齐。这回它就不咬网了，它不互相在水里互相咬。你给我看看，这生气挺可爱的，是非常可爱。我能拿它一下，拿一下放气了。放哎呦，还挺沉的呢，这个。不沉，就是240克不沉，里面是空气，里边都是气儿。我觉得它长得特别浑圆那感觉。对啊，因为我们欺负它了，它就生气啊，保护自己啊，装死了。所以说这个鱼啊，就肚子鼓太大了，鼓起来之后，你再放水里啊，这个鱼受伤害了。这里面有个气囊，气囊鼓下来之后，撑着这个肚皮起来了。它还能给自己撑爆了吗？有能撑爆啊。你要是再使劲碰它，扎手吗？扎手吗？扎手啊。你看这小刺非常漂亮。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毕业于大连海洋大学的孟雪松分配在大连市的一家外贸企业，专门负责收购野生河豚鱼出口日本和韩国。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因为这个鱼的臀鳍吧，一遇到那个刺激的时候，它有时候发红。那这种红鳍东方豚呢，就是说那个日本人最喜欢，韩国人最喜欢吃这种河豚鱼。在日本，比如说我们卖到日本，比如30美金的话，其他的就是另外的几个品种的河豚鱼都是半价，是1/3、1/4价。有了河豚鱼，就等于拥有了财富，这对孟雪松一直是个巨大的诱惑。1995年，他辞掉了工作，找朋友借了4万元钱，成立了公司，自己单干。我这个人吧，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也受过苦。然后考上大学了，也不是说那个学习非常好的，就比较活跃一个人，所以说思维啊就比较超前的。当时呢，我的想法就是无所谓，闯一闯。然而命运却给孟雪松开了一个滑稽的玩笑。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年，却很难收到足量的野生河豚鱼。由于人们大量捕捞，野生河豚鱼越来越少。原先孟雪松一年能给外贸公司收购200多吨野生河豚，自己单干后连一吨都收不到。就在孟雪松一场苦闷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孟雪松看到了希望，也为他用7年时间把借来的4万元钱翻倍到了2500多倍，并坐上了中国河豚鱼行业的头把交椅，奠定了基础。偶然的机会啊，在河北啊，和我的这些校友啊、朋友啊，才发现呢，就是河北那边有在研究河豚鱼育苗的。这里是河北省唐海县十里海养殖区，
孟雪松找到这里的渔民，说服大家在养虾的池子里套养河豚鱼，并跟养殖户们达成收购协议。因为在这之前，孟雪松得到了消息，河北省水产研究所繁育出了红旗东方豚鱼苗。他在那研究育苗，我看这个东西吧，将来这个要养大了卖到日本。我想起来我在刚开始工作前几年的时候，这个河豚鱼的价值，我就一让他们养殖，第二我就把这个鱼苗送到这个南方，当时叫连江，叫连江那边养殖，这样的话养着成鱼，将来我好去买回来往日本卖啊。两年后，这里土池里饲养的河豚鱼长到了2斤左右，9月份开始上市。孟雪松找到了以前认识的日本客户，签订了20吨活河豚鱼出口订单。这是运输活河豚鱼的大船，因为吃水深，不能靠岸太近，要把土池里的河豚鱼捕捞后送到停泊在海里的活鱼运输船上。可是连孟雪松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场意外却发生了。指望能够赚钱的这第一单生意不但没有赚钱，还让孟雪松赔上了20万元。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呢？在池里面它咬，咬完之后呢，你装到那个运输工具里面它还咬，放到船上还咬，这到船上之后就受伤的很多了。我们这个河豚鱼叫红旗东方豚，它的在日本的话它的名称叫虎豚，它的性格啊也是个老虎一样啊，特别凶猛。它拥有上下两个大板牙，类似于像那个菜刀。河豚本性凶猛，一旦受到惊吓就会相互撕咬。它长有锋利的老虎钳一样厉害的牙齿，河豚的牙齿力学结构非常完美，1斤重左右的河豚一口可以咬断6号铁丝，毫不夸张。如果不小心咬到手指，一口下去连骨头加肉全下来。钓鱼的人最担心河豚咬钩，咬绳绳断，咬钩钩断，因撕咬而造成伤残的河豚鱼，日本客户拒绝收购。装10000条鱼得退回去5000尾吧，当时我们这个客户啊提出这个赔20万，那么20万当时天文数字。有吗？那没有。20多万块对于孟雪松来讲呢，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想当初他成立公司时候的4万块钱还是问自己的朋友借来的，那现在这20多万块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一年就是一想着欠朋友钱就不好意思啊，一想着欠朋友钱就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是半夜想起来工作。思来想去，孟雪松卖掉了自己在大连的房子，抵上了损失，和自己的妻子呢住在一间租来的小房子里头。这个时候的孟雪松可以说是生活非常的窘迫，但是啊，他想要做河豚鱼这个产业的念头却是越来越足了。因为在他看来，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错失的巨大商机。经过反复摸索，孟雪松最终采取了一个办法，解决了捕逮河豚鱼时相互撕咬的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把河豚鱼锋利的大板牙剪掉。它要吃东西，你把牙给它剪了，它怎么吃啊？因为我们在实验中摸索，这个河豚鱼啊，它不是用牙咬东西，它里面啊，这嘴里面都是有那个内腔，有的倒长的那个刺，它是吞东西。这一条鱼吧，它咔吞进来，啊，它不是这么咬。啊。河豚鱼食性杂，既以水底鱼虾为食，也会食用一些昆虫、幼虫。植物叶片和藻类等等。孟雪松通过研究河豚的进食特点以及食物种类，为人工养殖的河豚鱼搭配了营养丰富的食谱，具有混合植物纤维和动物蛋白的颗粒饵料，还有冻鲜的杂鱼饲料，这样既能让拔过牙后的河豚便于吞食，又实现了控毒养殖的目的。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孟雪松的心头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但从此他依靠河豚致富的道路就会一帆风顺了吗？1999年，
孟雪松呢，一年的河豚出口量可以达到400多吨，有冰冻的，还有鲜活的，等等等等。而恰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啊，他做出了一件让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而正是这件事让他在河豚这个产业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1999年9月的一天，孟雪松和公司的副总一起去收购河豚，有几个养殖户找过来向他们提出要以6万元一吨的价格把自己养殖的河豚鱼卖给他们，这个价格在当时可是相当优惠的。当时孟雪松他们正准备收购养殖基地的河豚鱼，商定的收购价是1吨8万元，而别人愿意卖6万元一吨，并给送到海里的活鱼船上，不合格的河豚鱼还能退回去。遇到这等好事，公司的副总和其他业务员都认为这笔买卖值得做。业务员还有我们副经理说，这不行，这赶快买，这挣钱多啊，你这买一吨才挣5、6千，你这一吨赚2万，你不去赚，人家这也有个1、200吨呢。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件仿佛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却被孟雪松当场拒绝。那么他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我们要建立基地，只有我们标准化的生产，我们这个固定的产品才能赢得我们的固定的市场，所以当时我就放弃了这种便宜收购。那一年孟雪松以85000元一吨的出口价签下了200吨出口日本活河豚鱼的订单，收购养殖基地的河豚鱼收购价是8万一吨，能赚100万。如果收购其他养殖户的河豚鱼，收购价只有6万元一吨，却能赚500万。况且孟雪松并没有跟养殖基地签订收购合同或者协议，他完全可以不收基地的河豚鱼。能赚500万却只赚100万的做法让孟雪松赢得了人心，几个养殖基地都死心塌地地按孟雪松的要求养殖河豚鱼，孟雪松也保证了出口的优质货源，并打造了自己的品牌。说到河豚鱼呢，它有这样的一种习性啊，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它的两只眼睛分工是不同的，它的左眼盯住的是眼前的猎物，而它的右眼呢盯住的则是周围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那其实我们的主人公孟雪松恰恰也像河豚鱼一样，有的时候他的一些作为，他的一些举动和决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可以理解，其实他盯住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市场，更多的他所盯住的是周围的更大的一个环境。2000年春天，孟雪松要把自己的日本和韩国客户以及国内同行全部邀请到大连，他要牵头举行中日韩河豚鱼养殖研讨会。消息传出，三个国家的河豚鱼行业人士都踊跃参加，特别是国内同行更是举双手赞成。然而对这件事情持反对意见的恰恰是他公司内部的人员。当时想这个做这个行业河豚鱼用开那么大吗？人家提高学会了，那我们吃什么呀？还有说他们客户之间对接了之后我们赚什么钱呢？客户资源是外贸经营者最重要的商业机密，这样做等于把自己的核心机密公布于众，是搞外贸的大忌。在一片反对声中，孟雪松坚持着自己的决定，也就是这个决定成就了他用7年时间把4万元钱翻到了2500多倍，并做上了中国河豚鱼行业的头把交椅。2000年3月18日，就在孟雪松的母校大连海洋大学的这栋大楼里，首届中日韩河豚鱼研讨会拉开了序幕。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河豚鱼行业人士共30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有200多家中日韩三国的媒体记者也参加了研讨会，对这次活动都进行了报道。越来越多的日本和韩国消费者了解并认可了中国养殖的河豚鱼，这正是孟雪松的目的所在。1999年的时候，可能全国产量5、600吨，但是这个，当时考察国外，因为经常去国外嘛，看人家那个日本、韩国那个市场需求量不只是这么多，可能2万吨的消费都能消费了。我们中国产业太小了，5、600吨全都通过我出口，也就5、600吨吧。产业很小，另外我们养殖技术啊还是不够规范。
你那干嘛？哎，多。哎，这个都不太满意的啊，我们那边的那个。打起来的，下関市長の江島清さんよりご挨拶を。タイム輸出が。国外的媒体对中国的河豚鱼的市场呢进行深度的报道，对这件事情进行关注，让国外的消费者也打消了对于中国的河豚鱼的一些疑虑。那做到了这些，孟雪松认为才可以让中国的河豚鱼的市场有一个大力的向前的发展，而只有让国内的市场有了大力的发展，他自己的出口量才可以随之而增加。从2000年开始，孟雪松每年都要承办一次中日韩河豚鱼研讨会，不仅在中国，在日本和韩国都召开过。研讨会过后，孟雪松出口日本河豚鱼的份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5%左右，虽然出口份额从90%多降到了65%左右，但是它的出口总量却在逐年增大。产业要大伙一起做，共同开发这个市场，那个蛋糕做大了，那我分的一半也比原来那大了好几倍。在这个海域呢，我们一共养了50万尾吧，有200-300个网箱。我们要控土养殖的河豚鱼，全部在这个铁网箱里面养殖的。这个网箱就是10米乘10米的抗风浪网箱，去年有10级的风，甚至11级的风，对这个鱼，这个整个这个设施都没有例外。河豚鱼的眼睛呢，它是含毒部分，是不可食用的，正常人员必须剔除。经常呢，在古代呢，称西施乳就是河豚鱼中应该是最好吃的一个部位。但相反，河豚鱼的卵巢是含有剧毒的，它在河豚鱼体内是毒性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部位呢，就是河豚鱼的肾脏，它里边是含有大量的血液，属于有毒部分，所以要剔除一些。像这部分东西呢，我们一般的是要求必须使用专用的废弃腐处理。处理工具进行单独储存，不能跟其他的东西进行混淆。先尝尝这河豚鱼肉啊，特别特别的鲜啊！我觉得这种鲜香之气啊，是这个鱼肉带来的，而且这个鱼肉特别的有筋道，随着你每一次这个唇齿翻动的时候，这种鲜香之气都会随之而来。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你吃完之后呢，这种鲜香之气会让你全身放松，让人冷静，让人平静，这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啊！一朝食了河豚肉，终身不念天下鱼。哎，孟总，今天借您这好地儿啊。真没准，祝您这梦想早日成功呗！把这中国梦，让国人尽快的吃上我们养殖的河豚鱼，把这个美味带到千家万户，干杯！